今天我们来购置一款非常可爱的小熊圆饼包。线材用到的是五谷的牛奶棉双股进行钩织，钩针用到的是 4.0 毫米的钩针，内部容量很大，可以放一部手机以及一些日常小物品。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钩织吧。首先在手指上面绕两个环，接着将起针环取下来，钩针穿入起针环内，带出一个线圈，接着钩织两个起立针。接下来钩织第一圈，首先钩针绕线，钩针穿入起针环内，带出一个线圈。现在钩针上有三个线圈，钩针绕线，先拉过前两个线圈，再次绕线，拉过后两个线圈，这样是一个长针的钩法。在第一个长针顶部形成的针目处，扣一个记号扣。接下来按照同样的方法，在起针环内一共钩织12个长针，带出一个线圈。现在钩针上有三个线圈，钩针绕线，先拉过前两个线圈，钩针绕线，再拉过后两个线圈，钩织十个长针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数一下针数，两个起立针不算作针数，起立针不算作针数，从第一个长针开始数，1、2、3、4、5、6、11、12。接着处理开口部分，接着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根线段和一根线头，先拉里面的线段，向右使劲拉紧，再拉外面的线头，这样开口处就缩小了。接着和第一针记号扣位置钩织一个引发针连接，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织两个起立针，我们开始钩织第二圈。第二圈的加针规律是在每一个针目内增加一个长针，也就是每一个针目内需要钩织出两个长针，一共钩织12组。接下来看我演示。首先钩针绕线，穿入第一个针目内，钩织一个长针，钩针绕线，再次穿入第一个针目内，钩织一个长针，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组加针。接着钩针绕线，来到第二个针目处，同一个针目内钩织两个长针，再次穿入第二个针目内，再钩织一个长针，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两组加针。接下来按照同样的方法将第二圈钩织完。第二圈钩织完一共是24个长针，接着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引拔针连接，接着钩织两个起立针，我们开始钩织第三圈。第三圈的加针规律是按照隔一个针目增加一个长针，首先在第一个针目内钩织一个长针，接着在第二个针目内增加一个长针，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内钩织出两次长针，这样第一组就完成了。接着钩织第二组，首先钩针绕线，在第一个针目内钩织一个长针，接着在第二个针目内钩织出两次长针，增加一个长针，这样两组加针就完成了。隔一针加一针，隔一针加一针就完成了。接下来按照同样的方法将第三圈钩织完。
一共钩织12组加针。第三圈钩织完，一共是36个长针。第三圈钩织完之后，接着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引拔针连接。引拔针连接。接着钩织两个起立针。起立针。开始钩织第四圈。开始钩织第四圈的加针规律是按照隔两个长针增加一个长针。首先钩针绕线，在第一个针目处钩织一个长针。一个长针。在第二个针目处钩织一个长针，在第三个针目处增加一个长针，钩织一个长针的加针，这样第一组就完成了。接着钩针绕线，在第四个针目处钩织一个长针，在第五个针目处钩织一个长针，在第六个针目处增加一个长针，这样两组加针就完成了。接下来按照同样的方法，将第四圈钩织完。将这一圈钩织完，一共钩织12组。第四圈完成之后，一共是48个长针。接着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引拔针连接，接着钩织两个起立针，我们开始钩织第五圈。接下来我们的第五圈是按照隔3针加一针，第六圈是按照隔4针加一针，按照规律钩织完第六圈。第六圈钩织完之后，我们将线剪断，线头拉出，从第一个针目的背面将线拉出，接着钩针穿入最后一个针目的半个针目，将线拉出，这样主体的部分我们就钩织完了。接下来钩织包身的部分，从任意位置入针，只挑外面的半根线，带入一根新线。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接着在同针目内钩织一个短针，接下来在每一个针目内钩织一个短针，不用加也不用减。一直到第一圈结束，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引拔针连接，接着钩织一个起立针，我们开始钩织第二圈。包身的2至3圈是不加不减的2圈短针，每一个针目内钩织一个短针。从第二圈开始，我们挑整个的针目。3圈短针钩织完之后，将材料包里的网格板像视频中这样缝合好一半，接着将网格塞入主体内。在开口位置，向上一个针目处，各扣一个记号扣，做标记。接下来将网格拿出，在每一个针目内钩织一个短针，从这个记号扣一直钩织到另外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又知道另一个记号扣标记位置，将记号扣取下，钩织一个短针，接着钩织一个起立针，将线剪断，线头拉出，接着返回到起始位置，在第一个针目内重新起线，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接着在每一个针目内钩织一个短针，一直钩织到另一个记号扣标记的位置处。快要钩织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线头包在里面一起进行钩织，这样会省去我们一会儿一个藏线头的环节。最后一个短针钩织完之后，一样的钩织一个起立针，将线剪断，线头拉出，接着返回到开始的位置，重新起线，再钩织一行不加不减的短针，第六行短针钩织完之后，我们来数一下底部开口剩多少个针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十八，一共是二十八个针目，所以我们继续钩织二十八个辫子针，二十八个辫子针，钩织的松一些，二十八个辫子针钩织完之后，我们和第一个针目处钩织一个引拔针连接，接着钩织一个起立针，我们开始钩织第七圈，首先在第一个针目处钩织一个短针，接着在每一个针目内钩织一个短针，钩织到位置，我们从小辫子的中心向外穿针，直挑外面的半根线，钩织短针，一共钩织二十八个短针。最后和记号扣位置钩织一个引拔针连接，钩织一个起立针，我们开始钩织第八圈，第八圈至第九圈呢是不加不减的两圈，我们将这两圈来钩织完，第九圈钩织完，我们的侧面就钩织完成了。接下来钩织小熊的耳朵，耳朵的位置我们是从一侧包口
向下延伸一针，然后放置一个记号扣，从这一针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九针呢是第一只耳朵的位置。接着继续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两只耳朵之间间隔13个针目。接着从下一个针目扣置一个记号扣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九针呢是第二只耳朵的位置。将第一针的记号扣取下来，钩针穿入包身剩余的半个针目处，重新起线。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接着钩针绕线，在第二个针目里钩织一个长针，一个长长针，接着在第三个针目里钩织一个三卷长针，和一个四卷长针。接着在第四针、第五针和第六针这三个针目里，每一个针目里各钩织两个五卷长针。电话吗？接着在第七个针目里
钩织一个四卷长针。和一个三卷长针，接着在第八个针目里钩织一个两卷长针。和一个长针，接着在第九个针目里钩织一个引拔针。钩织一个起立针，将线剪断，线头拉出，并且用手缝针将线头藏好，用手整理一下耳朵的形状，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另一只耳朵。接下来在包口的位置装上拉链，拉链缝合好之后，我们来制作五官。我们开始制作小熊的鼻子，首先在手指上面绕两个环，钩针穿入起针环内，带出一个线圈，钩织一个起立针。第一圈我们是在起针环内钩织六个短针，六个短针钩织完之后，我们收紧线圈。接着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引拔针连接，钩织一个起立针。我们开始钩织第二圈，第二圈是在每一个针目里钩织两个短针。一共钩织六次。第二圈钩织完一共是12个短针，接着和第一针钩织一个引拔针连接，钩织一个起立针。我们开始钩织第三圈，第三圈的加针规律是按照隔一个针目增加一针，首先在第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在第二个针目里增加一个短针，这样一组就完成了。接着在第三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在第四个针目里增加一个短针，这样两组就完成了。按照同样的规律将第三圈钩织完，一共钩织六组。
第三圈钩织完一共是18个短针，接着和第一针钩织一个引拔针连接，钩织一个起立针，我们开始钩织第四圈。第四圈是在每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不用加也不用减。最后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引拔针连接，接着钩织一个起立针，将线剪断，线头拉出，留长线用于缝合。接下来钩织蝴蝶结，首先在手指上面打一个活结，钩针穿入起针环内，钩织10个辫子针。接着返回到倒数的第二个针目，钩织一个短针，接着按顺序在每一个针目内钩织一个短针。第一行钩织完一共是9个短针，接着钩织一个起立针，将织片翻转，在第一个针目里同一个针目里钩织出2个短针。接着按顺序继续钩织7个短针。在最后一个针目里，同一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接着钩织一个起立针，将织片翻转，将第一针和第二针并为一针。接着按顺序继续钩织7个短针。接着将最后的2个针目并为一针。接着钩织一个起立针，将织片翻转，开始钩织第四行。第四行是不加不减的钩织9个短针，每一个针目里钩织1个短针。接下来进行包边，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围着4条边进行包边。首先在第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接着在每一行里面挑出1个短针。在拐点的针目里，同一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拐到另一侧，在其余针目里各钩织1个短针。拐点里面都是钩织2个短针的。钩织到最后，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引拔针连接。
做出蝴蝶结的形状。接下来开始组装它的表情，先将鼻子缝合在合适位置，接着将眼睛缝合在合适的位置，最后缝合蝴蝶结。用胶水粘也是可以的。接下来翻到背面，首先将网格片缝上去，最后再来进行织片的缝合。再来缝合这个片。织片缝合的时候，主体部分挑外侧的半根线，侧面挑起整个针目，用卷针的方式进行缝合。一针对应一针，